看看这边，这个三轮车上带了两个小金毛，哟，可不止两个，三个呢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哎呦我去，我拎起来看一看。哎呦我去，还挺活泼的，你看，颜色也可以，浅色的，这条颜色就有点深，品相不是那么好，因为嘴有点太尖了，脑袋有点太大，不成比例，骨架很一般，毛量还行。这条还不错，这条的话，嘴巴不是那么尖，但是头板还可以啊，然后嘴巴也一般嘛，估计属于纯种的，但是应该不是，肯定和双血统没关。哎，这条也不错，这条颜色有点深，但是这个活泼程度还挺好的。哎，这个颜色比较深一点啊，属于偏枫叶红，这个就属于沙滩金，但是这个嘴巴宽。哎，这两条都还可以，咱们问问，这多大了？这条狗多大了？一个多月。疫苗和驱虫呢？打过针了。打几针？打一针。那这小狗你想卖多少钱？要一个。多少钱？270,000。哟，那这个价格说真心话，要的还是可以的。这应该是纯种的。那我要两个呢，我要这两个，我看这两个还不错。我要两只多少钱？你说卖价，你说实在一点的。啊，我不要，我跟你说了。我咋不要的？你价格合适，我肯定要呀，对吧？你200多块钱一个，说真心话，你只要再合适点，我两个我肯定要。啊，你看你这不行啊，你这玩套路，你听说我要你又不便宜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这样，这两个小狗，我看了，我也不少给你两个，我给你出一口价行不行？100块钱一个。100块钱一条腿？那你这太贵了。你这样我也不给你200，两个狗我给你300块钱，你看行不行？我是不是实在想买？两个300行不行？再加100不卖。再加100，400也不卖。哎呦我去，他卖那么硬呢？你说这种小狗，说真心话，这金毛是金毛，纯吧也算纯，但是不是那种特别好，质量好。不过你这讲的玩儿绝对可以啊，这价格还不合适吗？实在一点，我给你400加10块，401行不行？卖不卖？多少卖？你说一句，我给你出到400多了，还不是诚实买吗？诚实的。这是啥？一把手。一把手那得多少钱？我天哪，500块钱行，两条500，这250真不行。你这样，450块钱，你看行不行？实在的，460。460还不行？啊，你看我是真想买了，我的天哪！他一个要270，对不对？两个才多少？哦，540。我给你460了，还不可以吗？这价格还不行，你想啥？你还说我不想买，是吧？给我，你看中间都有当家的，我把这一条，啊，还你说，你说了算不假，但你看这两条可以啊，这200多一个，说真心话够便宜的，这个不行，这个太丑了。行吧，行的话拿手机，多少钱？你最后说一句，我听一听。480，都不给你，我给你488。我就有钱任性啊，拿钱拿手机，我给你扫钱，我就给你488，我480都不给你啊。